大家好，我是汤汤，今年来参加美发素人大改造。那你本身肤质有什么小困扰吗？我的肤色比较不均，那黑眼圈比较重，那还有一些小痘疤。就是这两样商品，蛮常在 FB 或是 IG 上看到它们。那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来体验看看了，准备开始喽。那我们第一个要使用的产品是素颜霜。这真的很好推，跟乳液一样，而且有半张脸呢，好快就完成了呢。擦好了，你们看一下，遮瑕力真的很好，把我的痘疤全部都遮住了。完成喽，现在我要开始改造喽。Oh no!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防晒乳。刚刚我跟你们说我有痘疤跟黑眼圈问题，你们看都掉了呢。它是防晒乳哎，它可以达到这种效果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。这也是现在夏天快到，这个非常适合夏天的时候用哦。